确实。在这儿。你叫人家就舒服的把手给割开了吗？那好。稍微翘一下，你看你太假了，把那拿出来了。卤味，把刀片掉个头吧。这次把它装紧啊，我拆了。我紧张。老外看你，老外操，反正不认识你。这不认识。不看你的脸，到最后让你露个脸。你也变成老外了，加上你这个人也是老外。多水吗？你一搜不就好了？你警察都知道的。这装手上母亲是要一闺女的给人惹到手机吗？照着搞起来。小王要啥呢？小王，你加个都保不住，你弄不出楼家了，还做不到他的保，你压不到皮。不皮。你为什么把钱丢了？把手机了。讲没什么一块钱一块的。要弄他这个人。阿娃。阿娃，上次说谢我一块。他没弄出来，他妈还送到 K 里去。他身上用了跟那钱不加的，他放哪个上？你把我弄了没差了，他都没哭吗？那都是你把杀了人呗，我那么多命了，有命了死一回。这太恐怖了，有人讲那个，我帮你讲，我帮你下来。Come on.